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，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。务实就是根据事实，那事实上台湾有土地，有人民，有主权，有政府，而且定期改选组成政府来服务人民，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，不必另行宣布台湾独立。那务实的工作就是要守护主权，维护民主宪政体制，反对中国的侵略。